接下来介绍二号参赛者，罗平带来的《我是男子汉》。好。真相，革命中的小姑娘，我赖在梦中间。坐着火车到太阳，故乡的四大车铺中。我的心讲话用力，我是男子汉。不管路多偌遥远，我要追求我的梦。我要成功，我要成功，革命中的小姑娘啊，像我水水，等我去娶你。实在是风雨地勇敢向前冲，革命装的小姑娘，我等在梦中间。坐着火车到他乡，故乡的四大车铺中。我的心讲话用力，我是男子汉。不管路多偌遥远，我要追求我的梦。我要成功，我要成功，革命装的小姑娘啊，我水水。在时空一地勇敢用身上，革命装的小姑娘，我人在梦中间。坐着火车到他乡，故乡的四大车铺中。我的心讲话用力，我是男子汉。不管路多偌遥远，我要追求我的梦。我要成功，我要成功，革命装的小姑娘啊，一个水水。好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这个哪有人一个艺人进步到这种神速，到这种鼓可以打成这样，还把歌唱成这样。你以前是学打西洋鼓的吗？我是会打印度的手拍鼓或非洲鼓。哦。然后在用鼓棒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时间差。对，对，难怪你一定有打鼓的一点基本技艺，要不然打鼓真的很难呐、啊。很难很难。就跟跳舞不会就不会了，真的。而且我练这个鼓棒的时候，其实哇，刚马上又出一个。哎呦，起水泡，马上要出一个水泡，很容易起水泡。可是你这个零失误啊，真的，这旁边是你女儿吗？还是？我没那么学，还蛮像。帅哥，你讲。王楚成。王楚成，你在从小开始打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从六岁。六岁，哦，你打了十年了。15年。15年。是。15年。所以他闭着眼睛都能打了。我看你今年都没有15岁，你打15年。怎么这样讲？你看他只是身高不够高而已、啊。好娇小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。而且他力气很大，我看那个鼓很重，对不对？很重的。是罗平算有资质的，对不对？他很快耶，学超快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打鼓是超难的，因为他有天分、啊。因为他说他都会用手打鼓。嗯，我会打手拍的鼓，所以很快。因为其实，在我们家乡里面也有鼓。
对，然后有时候在家里面聚会，唱歌也会练。哦，有啦，我常常看到你坐在那边还没有比赛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些节拍比较重的音乐，你都会在那边很 enjoy 在自己的。其实打这个隐形鼓里面，其实打这个鼓也是有它的鼓谱啊，对不对？有，他都能记得那么清楚。对，也谢谢你们庆和团啊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真的，今天这个表演让我觉得很。